草屯鎮公所在2年外前成立了食物银行，帮助需要弱势族群会当食一顿饱了后，即马阁展开了弱势学生助学愿望计划。因结合了国家的善心人士，建立了爱心平台，帮助贫寒子弟，无论是学费也是生活费的补助，让学生会当好啊专心来读书。就我大三、大四这两年来，就很谢谢，就是哦，好险，我有一个很好的家乡叫草屯镇。受到帮助学生李梅露大声来讲出着伊的感谢。因为伫读大学时阵，爸母破病，先拿来过身，当时拼性命来拍零工，要是无得符合出来经济，好佳哉有草屯鎮公所的协助，帮助伊渡过难关，嘛顺利毕业。我弟弟也因为我妈妈就是我爸爸过世之后，然后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然后也休学来照顾他，然后所以就是家里就那时候的经济啊或什么都不是那么的好，然后可能希望也都在我身上，然后也刚好就是有这个计划能让我就是完成学业。为了协助家里面路有类似状况的大学生，在有困难的时阵赶到三工，水草屯鎮公所正式来展开就是学生助学愿望计划。透过甲民间资源结合提供援助，目前已经有热心的业者以及人士来响应，援助百外班。一个年轻人呐、啊，其实是上重要的这个时机，就是这个读册这个时机啊吼。读册这个时机要过去以后呢，可能就是人生的一个定位哦，一个定位。所以这个培养人才，这是最好的一个代志。好，谢。伊呾后过读册吼，啊，会得当个补助一寡，哦，啊，我怎感觉讲啊，无我嘛安尼意思意思啊吼，啊，斗一个三工吼，啊，希望讲这个活动诶，安尼抛砖引玉。工作同时邀请朱善辉，一个退休校长等等六个人，组成审查委员来做客观的协助。弥补贫寒学生学费，还有生活费顶面不足。咱一挂草屯的子弟，伫外口读大学呢，伊拢爱去打工，啊，袂做家教，所以非常非常辛苦。尤其是协会，伊拢用贷款，所以呢，咱希望讲啊、这个募集所有的啊、善心人士的一个爱心。草屯鎮公所现在建立助学爱心的平台，嘛希望共同协助青年学生好好读书，同时来规划着回馈的机制。在寒暑假的时阵，大生到三工做义工服务，延伸这份爱的力量。记者林明星，长报道。